从昨天开始，针对日本进口的产品扩大检验的范围，除了生鲜和包装食品之外，还有912项的列管物品都必须要先进行辐射检测。辐射污染从22号开始，日本进口的加工食品只要是3月12号以后制造的，像是泡面、饼干等，要先在海关由卫生署人员抽验，如果发现辐射过量，就要交由原能会处理。那东西已经是窃劫进来，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内的仓储以后，我们抽验在不合格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原能会协调好，就移给原能会去做后续的销毁的处理。除了吃的生鲜、农产和加工食品之外，标检局也针对912项日本进口列管物品，像是玩具、三 C 资讯用品等，实施辐射值检验，被警值为每小时0.2微西弗，一旦超标就要除污或退运。不过目前日本送来的包裹和邮件并没有进行这项检测。他发现外泄问题以后，他就有传给我们，就以19号那一天的他们测到的资料是0.046微西弗。所以认为说没有超过标准。邮局表示，日本方面曾行文来台，表示邮件邮包没有辐射疑虑。目前东北重灾区邮件包裹是暂停寄送的情况，但是相关单位正研议将针对日本送来的邮件进行辐射值检测。另外，担心渔获受辐射污染，原能会和海巡署也派出了舰艇在基隆东北方海域进行海上辐射值检测。那两艘船的航行到基隆港啊，大概东北方大概将近700公里的位置啊，我们沿线呢每小时量测一次，我们所量到的辐射剂量也都在背景值范围内，并没有受到影响。农委会即日起也将利用渔船定位系统，加强渔船是否进入日本海域作业的监测。当渔船回台靠岸，也会登船检验。一旦发现渔船体内辐射值超标，将会立刻销毁，避免流入市面。民众如果担心自行购买的日本货受污染，也可以送往原能会来免费检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云林县有一名国二的女学生，上个礼拜天独自骑脚踏车出门，就一直没有回家。警方最后逮捕到了一名有性侵前科、上个月才刚刚出狱的林姓嫌犯。他本来矢口否认，但是因为说辞前后矛盾，警方针对疑点不断的反复侦讯，终于突破他的心防。这名嫌犯承认，他想要性侵害少女，因为少女反抗就杀害起时。涉嫌杀害国中女学生的就是这名有多项性侵前科的林姓嫌犯。原本他还否认跟女学生的失踪案有关，但是因为说辞前后矛盾，在警方不断对疑点查证确认下，林贤终于坦诚犯案。几日来的啊侦讯啊，他嫌犯他也知道啊，他的说辞极不合理。那经过羁押，他也知道我法网难逃。那我们在用动之以情啊，以他父亲啊对他的照顾，那终于突破他的心防。上周日13号，云林某国中的一名女学生骑着脚踏车离家后就失踪，家人报警协寻，警方透过监视器找出目击证人，指认最后与这名女学生有接触的林姓男子是有重嫌，但他只承认将女同学带回家，并帮她保管脚踏车，但因林嫌供词反复，警方日前先将他声押获准，周一晚间再进行戒提，终于让他坦诚杀害女学生后弃尸在彰化溪州。这个凶嫌真的是令人发指。所以的话，这个部分因为杀人可以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我想我们承办检察官应该会求处极刑。这名34岁的林姓嫌犯有性侵前科，曾因为性侵案入狱服刑9年，今年2月份才出狱不久，依法3个月内必须向县府的性侵防治中心报到并接受评估，没想到还没开始又再犯案，整个人力在局本身也没有这种心理师，所以还是要请求我们在云林的这些医院的心理师来协助我们，所以都会有点比较慢一点点的哈。我们原本是安排4月要给他做心理咨商，那也很遗憾说在这个咨商之前就发生这个案件哈。竹埔的乡村传出重大性侵弃尸案，不但让女同学的父亲原本还抱一丝希望落空。300名村民还一度气愤包围嫌犯住家，也让警方原本要进行现场模拟紧急取消，以免场面失去控制。记者王文雄云林报道。舞蹈家罗曼菲今年逝世5周年，今年云门舞集春斗特地找来了4位他生前大力提携的编舞家，以4段不同风格的舞作
来纪念这位他们口中的恩师。舞者的肢体一摆动，舞台上装置着200多个零件的大提琴立刻发出悦耳的声音。为了这支新舞马，林怀民最推崇的青年编舞家黄毅发挥奇想，打造出这把奇特的机械提琴，要让舞者的动作转化成美妙的音符被大家听见。我看到到镭射光，舞者去碰触到的时候，他会去演奏我们提琴的声音，所以现场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舞者的身体。相较于黄毅的新时代语汇，如今已经晋升为熟男编舞家的布拉瑞扬，则是重新改编11年前的作品《出游》。拖着行李箱的舞者走在迷茫的人生路途，不断地穿衣脱衣，甚至隐没在洒满白灰的烟尘中。强烈的生死隐喻，不只是要以舞蹈来探讨哲学命题，也是布拉瑞扬要向恩师罗曼菲献上的最大敬意。罗曼菲老师打电话，从台湾打电话到美国，然后就说：“哎，布拉。”那个二汤要成立，你会不会回来帮学弟妹编舞这样？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我在云二的第一个作品。适逢罗曼菲逝世5周年，云门今年的春斗特地找来4位罗曼菲不同时期的学生齐聚舞台，一同以新编舞作来纪念恩师，也希望透过4位年轻编舞家不同风格的对话，来展现台湾当代舞蹈活泼又具创意的生命力。记者黄如、郭俊麟台北报道。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我是林丽君，今天我们要来学跟生活有关的手语。我刚拔完牙，不能吃东西。手语的结构是：我拔牙完了，吃死。拔牙的手语可以用20的手型，做出把牙齿拔起来的样子。这样就是手语拔牙的笔法了。我刚拔完牙，不能吃东西。